大家好，我是萱妈，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。从五一节开始，周围越来越多的人阳了，首当其冲的就是上一波幸免之人，接下来二次中招的人数也逐渐攀升，因为自身抗体的保质期已经过了，新冠第二波显而易见，已经卷土重来。幸好目前看来高峰期已过，很多爱阳的朋友症状相比第一次轻微很多，主要集中在呼吸道出现咳嗽、嗓子疼、头痛、鼻塞、流鼻涕等症状，无论是新冠首阳也好，二阳也好，之后残留症状最多的咳嗽当属第一位。新冠主要攻击上呼吸道，所以咽喉鼻子的症状更为明显，再加上现在的天气略反常，有的地方气温忽冷忽热，小孩子们比较娇嫩，衣物穿脱不及时，容易感冒发烧，热退后就开始咳嗽，此起彼伏。通常大人们自己咳嗽还可以忍受，熬一熬不去理会，但是见不得自己的孩子受苦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大人和小孩都可以用的食疗方，白天喝完，晚上当晚就止住咳嗽了。下面随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苹果，苹果又被称为长寿果，国外的一句谚语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苹果含有很多有益的维生素、果胶等物质，苹果所含的营养既全面又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，常适用于婴幼儿、老年人和病人食用。苹果中含有葡萄糖、果糖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 C、 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E、 磷、钙、锌及苹果酸、柠檬酸、酒石酸和钾、钠等。第一，常吃苹果可以预防感冒。苹果含有维生素 C， 可以增强身体抵抗能力，除此之外，苹果还含有一些纤维素和其他的营养物质，经常吃有助于提高整个机体的能力，对预防感冒具有一定的效果。第二，经常吃苹果可以降血压、降血脂。有研究发现，苹果所含的纤维素、果胶以及其他营养成分，可降低低密度胆固醇水平，提高高密度胆固醇水平，达到软化血管、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。第三，经常吃苹果可以预防便秘和结肠癌。吃苹果防癌主要是针对消化道的肿瘤。苹果里的纤维素、鞣酸能让人体保持大便通畅，增强肠道的运化能力。洗干净的苹果切成片，放入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橙子，在柑橘类水果当中，橙子算得上口味最好的了，除了好吃，营养作用也不少。第一，降脂助消化，橙子中含有丰富纤维素，能降低胆固醇，对老年人和心血管病人群十分有益。此外，其中的果酸能促进食欲，对胃酸不足的人来说能帮助消化。第二，提高免疫力，橙子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，每100克所含的维生素约为33毫克，而一个橙子大概是100-300克，维生素 C 含量最多为33-99毫克，所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基本上可以满足人体摄取维生素 C 的需要。第三，生津解油腻，饭后吃橙子或者喝橙汁可以止渴解油腻。第四，行脾开窍，中医认为柑橘类水果所具有的芳香可化湿行脾开窍，除了洗脑提神，当你不想吃东西的时候，闻一闻橙子、柠檬的清香都有所缓解。橙子对止咳化痰的效果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橙子是性凉味甘酸，本身具有清热降逆之功，善于清肺胸之热，能化痰润肺理气。橙子清洗干净切成片，放入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柠檬，柠檬里面富含柠檬酸和维生素 C， 不仅可以提高身体活力，而且
因其抗氧化作用和消炎排毒作用，可以预防感冒等传染疾病。第二，开胃消食。开胃消食是柠檬最重要的功效，因为柠檬中含有丰富的柠檬烯和大量挥发油，这一些物质被人体吸收之后，可以促进唾液、胃液等多种消化液分泌，会让人有一种胃口大开始越大增的感觉，而且它能促进肠胃蠕动，能提高肠胃消化功能。第三，可以滋养肌肤。滋养肌肤、美容养颜也是柠檬的重要功效。平时大家可以把取消的柠檬皮切成块状，以后放入锅中，加入清水煮，煮好之后直接放入泡脚水中，用它泡澡，可以去除皮肤表面的细菌，而且可以调节皮肤油脂分泌，并能去除皮肤表面老化的角质，能让人类皮肤变得爽滑细腻而有弹性。第四，可以消炎杀菌。柠檬中还含有一些天然药用成分，消炎杀菌是它们的主要功效。平时人类皮肤表面出现痛痒或者皮炎症状，另外人们出现咽喉肿痛或者咽喉炎症的时候，直接用柠檬泡水也能让症状好转。清洗干净的柠檬切成片，然后放入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几个红枣。俗话说一热三枣，长生不老，可见红枣好处惊人。第一，红枣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，并可以抑制癌细胞，能促进白细胞的生成，降低血清胆固醇，提高血清白蛋白，保护肝脏。红枣也是为补养佳品，食疗药膳中经常加入红枣，可以补养身体，滋润气血。红枣，把红枣核去掉，放入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把所有食材全部放入奶锅中，加入适量清水，大火煮开，小火煮20分钟。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，麻烦动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，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打开盖子，加入适量的冰糖，把冰糖煮至融化，就可以把它装入杯子里饮用。这一款水果茶食疗水还可以补充维生素，柠檬和橙子本身具有促进消化和生津止渴的功效，同时还含有丰富的 VC。 天气太炎热的时候，大人和小孩往往会没有食欲，再加上新冠复阳之后咳嗽不止，就可以试一下这一款水果茶，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装在水壶里，可以补充水分，随时都可以喝。感冒、咳嗽、喉咙有痰都可以喝这一个，可以有效的止咳化痰。好啦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，欢迎您的订阅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